嘉义市政府29日在嘉义市东区体育馆办理嘉义市环保志义工群英会，邀请大家展现创意活力，做伙交流动力，活动筋骨。优胜的四支小队将代表嘉义市参加行政院环保署举办的112年全国环保志义工群英会，为嘉义市争取荣耀。个市长庙会亲自到场，甲环保志义工做伙欢喜做短身操，现场充满热情活力，也为今年度的环保志义工全英会甲开序幕。个市长庙会特别感谢志义工不求回报，同心协作环保局清洁队，为地球的永续尽一份心力。今年呢，我们环保志工的全英会，我们有趣味竞赛，这当然也是在这里也是一个全国的未来全国竞的。全国的一个决赛，所以我们在嘉义市选出来之后，他们会代表嘉义市队，然后去参与全国的竞赛。那我们看到每一个队伍，今天报名的有16个队伍，329位的选手，环保志工们，他们呢无不都是卯足劲，而且呢这里面也不但有包括环保的知识王，甚至环保环境保卫战，还有一个灌篮高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资源的回收分类，这样的4个项目里面都要用第一时间团队，然后竞赛之后，我想能够再透过这样的比赛，也让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大家的团队的凝聚力更强。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环保局在做规划之后，大家的共同参与会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丽。那大家一起加油，我想我们除了现在的极端气候对大家影响深的，我们深深的感受到，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生活的话，我们需要大家现在立刻实践环境保护，这才是一个永续。我想这永续已经成为联合国 SDGs 的一个17项指标，嘉义市政府都是在一起，希望能够仔细好好推动。你今年的竞赛项目包括环保金头脑、环保保卫战、资源灌篮高手和资源分类王，各项竞赛第一名将代表嘉义市参加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举办的全国环境志义工全英会的活动，届时将甲全台各县市的环保志义工做伙拼场，争取好成绩，展现活力。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你好，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好啊，今麦登革热做不一样的时阵，高峰期啊，咱要预防登革热，配保的4个口诀：寻道清刷。寻道清刷。对，经常去寻一下，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好寻寻看，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倒水，因为有一点点水，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哈，减少那个积水容器，好，无必要的汤啊，咱尽量来避掉，哈，啊，再来恁刷洗，如果咱老积水的汤啊，咱来改刷洗一下，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遇到水就爆发来，好，啊，咱大家身体较健康，好。谢谢。哎，大哥你很好，我是西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哎，阿宇，咱起来就坐咱那个菜园啊。好，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好，啊，因为呢，就这多管管理，所以咱希望讲吼，你会当像安尼，哦，做一种较大桶的，啊，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哦，啊，我做完收起来，你甲你包的就是用个6万的网啊包起来，好，安尼一种管理，较袂有生登革热的迄种的斑蚊安尼。各位乡亲，大家好。登革热是由斑蚊传播的疾病，传播的速度会很快，请大家要特别注重环境的清洁。如果有废轮胎的地方要清除，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最好每天落实寻道清刷，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登革热的防治，大家一起来！是登革热，一定要